我想我会尽最大力量给他协助，不管是党务、选务或其他方面，我希望全党一致，那么也完成哦2024年的总统大选以及立委选举的挑战。那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这个挑战，我想民进党人要有共同的体会，团结才能胜选。市长，你说协助，那是不是说您支持他？对啊，你自己会选吗？各种角，我不会参选主席，那我会从各种角度来协助这个新的党主席，那也要完成这个包括这个总统的提名、立委的提名跟后续的辅选工作。那事实上，这是经过多方沟通的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事前也了解这个这样的决定，所以我在之前就表示支持。那当然，现在我也是支持。我再跟您确认一下，您说协助是代表说您支持赖清德，还是说以后任何人来登记的话，您都会协助任何人来？我想赖副总统决定参选党主席，那我会支持他，这个让党主席顺利当选。那未来有没有职工2024？什么？职工2024这个人呢？我想这个2024年的总统人选现在只有一位嘛，就是赖副总统，我们会全力协助。市长，您现在的规划是什么？谢谢。